This town will never change. People come and go, it's all the same. 我刚在飞机上忘记给第二期的 vlog 录一个开头，然后呵呵让我现在录，但是呢他非常狠心的让我自己拿着手机，这个狠心的女人不给我拿手机，是我的，穿我的，用我的，现在我这一期多说点话，友情客串一下，我们现在转场去拍外景，这个肥婆又在吃。他吃？嗯。没有人给我拍，就让我自己手吃。现在我就是这种待遇，没办法，要人家剪吗？要人家加字幕吗？哎，别说那么多话，难加。哎，我就要说多一点，让他多加点字幕。我把这一段全部剪掉。这写乱码。字幕乱码，好了，不拍了，拜拜。来到了我的世界，动物世界是吗？Hello， 因为我们家 Christmas 怎么打架了？打架了？打起来了。这么远，这么小呀！不怕了哦，不怕不怕，哦不怕，没有安全感，不能这样哦。没事，你就拖着腿行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在中间吗？嗯，因为中间脸小，哈哈，旁边你们都被拉宽的。那我们现在要玩这个，三个人要玩这个，然后呢，输掉的那个人呢，一会儿我们去吃宵夜，他要请客，我先来吗？这能看见吗？看不见，没事，看不重要，他能看到他。啊好啊。好来得太快了，请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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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我没想到这一趴这么愉快就结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拜拜！我以为要来好几分钟，哎，给你省了打字幕的时间呢。感谢我。这样吧，这样吧，你付面子钱，再来一个抽中的人，就付饮料，好不好？来来，放上放上。我怎么有一种预感？来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嗯，来嘛。是吗？来嘛，来嘛。这坏了吗？只剩两个了。坏了吗？只剩两个了。哎，坏了吗？剪啊，你自己剪你自己，跟你讲，哇，太精彩了！我们马上要出门去吃宵夜了，太精彩了！哇，谢谢你为我的 vlog 加分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吃宵夜了，这个即将买单的人，快哭了。听说可能要排很久的队，一会儿去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在这个著名的广州拉面。但是我发现可以先排去抢位置，有没有先去抢位置？你看一眼，没有想象的多，是顾客请客哦。哈，谢谢老板，多说放了白一点。好，给过了啊。来，顾客，我好像吃过老周拉面。真的。加辣椒好好吃，嗯。我天哪，加辣椒好好吃，快加！加辣椒。你拿我衣服拉他们上，是不是为了不弄到你衣服上面？我才没有呢！啊！
喝。我吃完了。不是说吃饱了吗？我平时真的吃很多，那我真的饱了。我让别人玩你的好事。我也说北京这么冷了，有你在不怕冷。那你把外套脱给我啊。没关系，我这样抱着你，你就暖和了。推荐一个，我超级爱喝的。夜店三元，东京三十五支。本店新到，是不是叫日本东京名店？产蛋糕卷，数量有限，预购从速。加三元或换购，购买热三加五元或换购呵护你。威泉乳酸菌饮料，威泉果干。我刚刚邀请呵呵那个拍 vlog， 他又拒绝了我。人呢？他现在厉害的不行了，已经就觉得我没有他这个剪辑就已经活不下去了，已经。哦，好像我之前那些都不是我自己在手机上剪的一样，真的是。你这样说我，错了。呀，漂亮女儿。我晚上去参加爱奇艺的年会。63层到了。我今天没有录不了，都是他不提醒我。我提醒你了。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用我的，还睡你，还睡我的，你咋知道？还睡我。哎呦，跟女儿一起睡，羡慕我吧？来来来来来，你有毛病吧？不提醒我就算了，然后赖在我头上。明天你不录满五分钟就死定了，听见没有？没有。晚安。别别别！其实被自己油腻到了，是我以后再也不要比这个。你看这样，那也太丑了。这样，这也太丑了。哎，我怎么拐过去啊？这段剪掉。依然不给我拿手机的胖胖，我拿不动了，今天不录了吧？要不？我来给您拿。你打字幕，大脸闪现。呵呵，刚刚被认成了化妆老师。看我这可怜的小马尾，我们现在要去帝都三日游的最后一个工作，你猜是什么？后面那个，刚刚不是说了是干嘛吗？我那段不仅仅是我决定删掉了。那就太好了。然后我把你的那个睡姿截屏下来，发到那个评论里面。Making life is spinning again. 我们在机场，在机场，这个好像说说。好像很光亮。这么大老晚上来送我，特别的。感恩，回去一定会好好工作的。小心路，小心路。拜拜，谢谢你们来送我，注意安全，拜拜。现在是1月，啊不是1月啊，我已经崩溃了。现在是24号1:34，然后，天哪 ，Christmas 刚跳上来 ，Hello。他去洗澡了，现在特别特别香。然后我刚到酒店，饿得不行了，吃块面包。明天啊，不是明天，6点醒来，6点要去化妆。然后我发现我全朋友圈都在看复联，我也想看。
我马上去洗澡睡觉。谢谢你们今天来送机。不许动。谢谢你们今天来接机，然后回家路上注意安全。他刚把我手机打掉了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好了，希望这期 vlog 你们会喜欢，我爱你们。哎，我不是说不这样比心了吗？我爱你们。